大家好啊，揾一隻伊波魯啊嘅六十年代嗱，呢個六十年代咧就冇誇張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叫 retro 啊 ，retro 咧即係復古系列啊。諗佢有唔同嘅色面啊，今日揾咗一隻對比度非常高嘅，佢倒一個玫瑰金殼啦，行一個黑面啊。嗱喺特色咧，五六十年代嘅特色咧係有嘅。第一彎面個面咧，你見到咧係彎彎地嘅。咁第二呢就是一個卜鏡的玻璃啦，咁但係以前呢就用呢個即係 bubble 啲膠面啦，咁但係而家呢就冇㗎啦，就全部轉曬藍寶石㗎啦，咁啊另有即係硬啲啦，我諗用起上嚟會好啲嘅，因為以前呢即係個硬度呢始終會化啦，咁藍寶石就好硬嘅基本上。咁行一個 ETA 224啦，透底機芯設計啦，正常嘅打磨啦。咁40mm 嘅直徑啊，行一條即係皮帶針扣啊，嗱，俾埋型號你嘅呢只黑面，但係特別少少咧，你見唔見到咧？佢喺個錶面上邊咧，除咗時釘之外咧，佢係解開咗一個好似 set dial 咁嘅處理啊。嗱，隻錶盒正都有噶啦。咁而家咧睇下個盤口點做先。嗱，隻錶咧公價咧就8280蚊啦，一隻瑞士製造、瑞士機芯嘅一隻伊波魯 ETA 224嘅復古 Retro Collection 黑面玫瑰金。黑面玫瑰金咧呢個配搭咧係應該唔多啊，應該通常玫瑰金就白面多啲啦，我諗就底價係4140蚊，每口叫價20蚊。嗱，對呢隻錶嘅興趣朋友可以喺呢條片嘅留言區落價啦，每口叫價係20蚊啦，並且係現金交易啦，現金交易，並且咧係需要到銅鑼灣門市銀聯鐘錶同阿 Chris 即係我啦去交收嘅，多謝各位。